啊，房东怎么了？你找房什么东西吗？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转回去，你家水烫到我了。你在我家借我洗澡房，还那么多废话，你这次一定要给我减房租啊！凭什么？你做梦吧你！那我转回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给你减200。200这么少？哎，500。那还差不多。走。哎，等一下。干嘛？你刚刚没有看到什么吧？那当然没有啊，我这人君子。禽兽不如。哦，可以啊，那你给我跳个舞呗。还想不想吹空调啦？想。骗了吗？那你再叫我一声爸爸。我不要。今晚很热的哦。3、2。哎呦我的妈！房租8000。满意吗？这个价钱我可能回去还要考虑一下啊。哎，等一下哟，这么大热天的，我陪你看房，你去考虑一下就想走吗？那这么重要的事，我也得要想一想。要不你留下什么当时我给你？啊，你不会是什么黑房东吧？我长得这么善良。你干嘛？假如房东是个流氓，这个房子有什么时候加呀？啊，房东，那个我公司迟发了几天，那个房租能不能延缓一下？没有钱呀、啊，你这张小脸长得还是蛮俊俏的。房东，你干嘛？其实，如果你有什么珍贵的宝物，你不要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102，喝一杯吧。啊，不行啊，房东，我明天要上班，今晚要早睡呢。上班能值几个钱呀、啊？我要你呗。房东请你自重啊，人生苦短啊，兄弟。房东你怎么在我这里啊？我们两个昨晚喝醉了，喝得好醉，你不记得吗？啊，那我们两个没干什么事吧？应该没有吧。啊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，房东，那请问25000乘以25000等于多少？如果答对了的话，我就做你一个月男朋友。等于62500万。你这个房子不是喝醉了吗？哎，你不是做我男朋友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房子看完了，你还满意吗？满意啊，尤其是房东你长得这么好看。哎呀，最近我手头不太宽裕，你看押金方面能不能？这是广州的规矩，我凭什么给你特例啊？哎呀，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我把我的心压在你这里，押金方面能不能？其实。你除了心，身体上还有没有东西可以压在我这里啊？你们房租方面还可以商量一下。我想要住进你心里。假如房东是你女朋友。亲爱的，你找我吗？那个新房子的拆迁款打我账户上啊，我没车开了。是上一年才买的车吗？上一年买的车，车龄超过一年的都统称为碎车，不值钱的。开出去你让你男人脸往哪里搁啊？你不嫌丢脸吗？亲爱的，起来吃饭了。这么早叫起来干嘛？我又不用上班。我今晚有几个朋友来我家庆祝生日啊。男的女的？你管那么多，今天晚上就住楼上，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下来啊，不然我一巴掌打死我自己。别，不要打死你自己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假如你可以隐形时，2904收桌啦，没有人在家吗？这个天就只能收桌收桌，这次我隐形看了不好好成功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有人在家吗？哎呀，隐身真好啊，可以在房东家白吃白喝几天。喂，我先洗澡了，洗完澡请你回过去，好吧？房东洗澡了，快洗！哎呀，你们每次洗澡都会断电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个体贴的房东是种什么体验？糟糕，又忘记家里密码，多少来着？哎呦我去！你说你是不是忘记你自己家密码了吗？哎呀，今晚怎么这么精神啊？不会又失眠吧？哎呦，烦死了！嗨，房东你在那干嘛？听说你失眠，我给你讲童话故事吧，你选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每天给这个房东吓得一惊一乍，先洗个澡，不管他。哎，没有沐浴露。嘿，哎，我还以为房东又突然出现，吓死我了。你洗澡怎么可以没有沐浴露？哎呦我的妈！我
楼下怎么回事？进小偷了吗？哎，小林子，你回来了。这个月房东什么时候交呀？还交什么房租啊？你看我家进小偷了，我房租要推迟交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那么惨。你今天去我家，把我家东西翻乱，制造进小偷的假象。啊？可是你的手都坏掉了耶！啊？不是吧？那你今晚要怎么睡啊？嗯？他今天让你去他家装小偷的时候，记得把他的门锁弄坏。不过好在我家多出一个房间，今晚你可以过来睡。我想要住进你心里。